谢谢两位张主持人哈，各位长辈们啊，各位嘉义客的家人们，大家好，好，我们快吃午餐了，再撑一下。那今天要讲的主题，大会给我主题是临床的医疗训练的国际交流啦。那我们目前有在努力，当然是也是跟我们青年医师工作小组一样，就是起步草创，不过有一些这几年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目前这个计划是我们大理慈济医院还有美国的亚利桑那大学一起合作的。这张照片里面我在这边放大来看长成这样。好，那我目前在台北的临安诊所服务，然后也在我们大理慈济医院兼任这样子。那今天的这个讲课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是没有付我任何一毛钱的啦，所以帮他们打广告是免费的。好，那今天三个主题，前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Integrative Medicine， 就可能在座有些人有听过，有些人没有，不过我们今天就稍微一点点时间而已，不会太长，就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主要会讲两个，第一个是一个训练计划叫就 Fellowship， 那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目前引进台湾的住院医师的训练计划叫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Residency， 然后这个我们会放比较多的时间。什么是 Integrative Medicine 呢？那爱迪生他之前就预言过，他说未来的医师哦，他不只会开药，而是会保养人类的骨架，饮食控制，并找出疾病的原因，预防之。那我们当然都很希望说这一天赶快来临了，目前是还没有嘛。那至少在我在医学院的时候，其实饮食控制还有预防医学讲的没有很多。那最就一直到住院医师的阶段，其实也没有很多啦，那也没有很多的医师像张医师这样子就很重视运动，所以可能对这方面特别的了解。那可能我们在医学的教育过程是缺乏这一点的。所以呢，要讲到 Integrative Medicine， 一定要讲到他的创办人啊，这是 Dr. Andrew Weil， 他像一个圣诞老公公一样，他被评为两次啊，就是 Time 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说的 Integrative Medicine 就是 Good Medicine， 那后面等一下会再讲解一下。那 Integrative Medicine 定义是什么呢？这是美国它有一个 Center 叫在卫生他们的卫生署里面叫 NCCIH 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Health。 那 Complementary Health Approach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非主流的一些疗法，可能是非常的极端，像说可能放血啦，同位疗法，一些草药等等，也可能是我们虽然是应该要主流，但是没有推广的很多的，像饮食啦、运动啊等等的哦。那 Integrative Health 呢，就是把这些东西跟主流的医学加在一起使用，就叫 Integrative Health， 我们中文就翻成辅助剂整合性疗法。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解释比较完整，就是Integrative Health 是一个以病人为中心，身心灵社会环境综合来评估，那也要用实证医学的方式选择各种领域的疗法，客制化，然后重视自我痊愈的治疗疗程。其实听起来就跟我们嘉义科是很像的。那目的呢，就是改善身心，预防疾病，达到最佳的健康的状态。所以呢，在一个受过 Integrative Medicine 训练的医师，他的脑海里面一直都要有这四个东西：饮食营养、健康运动、压力管理，然后可能有一些手边能够使用的其他的疗法。那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个议题呢？因为台湾人3到5成是有在规律服用保健食品。我们不知道如果在场的各位，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在一年内有使用过保健食品的，请举手一下，我们做个统计。哦，对，差不多一半 ，OK。好，可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个统计的话，成人第一名是综合维他命的，老年人第一名是维骨力。哦，那我们当然都有很多经验，说这些病人会把各式各样的保健食品拿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问我们说，到底可不可以吃啊？到底有没有效？所以特别是我们家科医师也许就要有这个能力去判断，然后给他比较好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可能过去如果不了解的话，大家都说建议都不吃好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搞不好是对他是有帮忙，甚至是有协助他达到健康的哦。啊，那这我们可能以前就比较少接触到。那大概八成的人民众是有使用过 CAM 呢，就是保健食品以外的疗法也包含在内。那它的统计里面是把中医也算在里面的，还有一些放松的疗法啦等等都算，就有八成。那比较恐怖的是一半的人是自行整合。自行整合就是说他不管是从诊断治疗可能有用到西医我们传统的正统的医学，但是呢他就自己去跑去买其他东西来吃，或者自己去治疗。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都是自行整合，而且随着教育程度增加而增加。所以教育程度高的人就自己当医生不会想要来咨询我们。所以这是我们潜在每天面对的病人里面会有遇到的问题。因此 Good Medicine 在这个圣诞老公就我的老师Andrew Well 他说的，就他希望可以训练新一批的医生，这一批的医生就新一代的医生对于我们能够预防还有健康促进的这些生活形态是很了解的，能够跟病人有很好的沟通，那也可以帮忙病人就是预防一些比较严重慢性的疾病，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问题还是慢性疾病为主。好，所以前面就简单介绍 Integrative Medicine。 那我自己的话是从大学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另类，就吃得很健康，然后不熬夜，从来十二点以前就一定会上床睡觉，然后每天运动的人啊，就是我觉得要很健康。那只是到医院以后就觉得怎么我的前辈们都一个都每个都这么劳累，然后大家都没有照顾好自己这样。所以呢我是有机会有一段时间到美国去交换的时候，在那边认识 Integrative Medicine。 那所以在住院医师的最后一年的 training 的时候就到那边去有一段时间做交流这样。那但是这个 fellowship 呢，其实它大部分的交流的时间是在网络的平台，所以因为美国也很大，他这些医师都是从各地来的，那也不可能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到那边去。因此呢这个课程是从2000年开始，目前已经16年，那是一个2年期的 fellowship， 线上的课程有1000个小时，那平均起来大概每个礼拜要上8小时的课，我觉得可能要更多了，因为我们还要去适应他们的语言啊等等的。那有3次的体验课，实体课，实体课的话就要到那边去上课。那目前已经有1000多名毕业生，然后这些毕业生来自26个国家。对，这是我们班上的同学，这是我们这一届的，来自各个国家，然后各个年龄层，大部分以内科、加一科、小科为主，可是也有其他的专科。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是刚好也是夏医师同一个医院的 John Hawkins， 他是心脏麻醉科医师。那他为什么去念这个呢？他后来毕业以后，他在John Hawkins 他们就开始一个小小的 pilot， 就说在心脏麻醉之前呢，先教导病人放松的方法。那他这样子去看说手术后恢复会不会比较好一点，这是我们可以简单做到的预防的一些小措施啊。那最老的是60几岁，然后最年轻的就是我们这种就是刚住院医师结束training 的人。好，那里面也有各国，我们这班级有50几个人，有5个是国外的，就是不是美国跟加拿大的，这个是苏格兰，穿他的传统服装这是日本。然后我们当然在课程实体课程当中很多一起讨论的机会，然后也有到百货公司去逛，因为我们要去认识说这些病人到底他们到百货公司去找的时候会看到什么东西。那这个是以色列的同学，那这是我刚刚说60几岁的最老的我们的班上同学。好，那当然也有很多静心的课程啊，就怎么放松啊这些。那在美国的话，透过这样的 fellowship， 它是可以考一个专科，那边是 ABPS 的其中一个专科这样。好，不过如果我们
台湾有彭浩想要去的话，因为我们没有美国的执照，所以我们是不可以考他们的专科。当然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完训的证明，因为台湾没有相对应的学会啦。好，那结束以后，大概两年后结束以后，我们一辈子就是这个社群里面的人。那网络平台等下在后面 IMR 会讲的更多。那网络平台其中一个部分是讨论的平台，所以只要你有问题你都可以上去问，像说还有遇到 Hashimoto 的病人饮食上到底要怎么去给他建议呢，他就会问，那里面就会有人去回应。那这里面的人有些是非常他的专长是很就是已经是很专业的人了，所以他就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这样子。好，那每年大概三月份有一个全国性的 conference， 那在不同的地方举办，所以这时候大家就会集合，然后就看到哇，好，原来毕业生已经那么多了。那借由这两年期的课程，我最后也有机会，有三个月的机会哦，就到美国几个地方去做学习。那这些医院比较有名的，像我们就知道 Mayo Clinic， 还有Scripps Clinic， 就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医院之一。这些医院，像这个是 Beth Israel， Integrative Medicine 有一个课本是他写的。这是 Mayo Clinic 的 Integrative Medicine 的department， 他们有一个部，那里面的医师还有其他的同仁。哦，这是 Mayo Clinic 他们针灸的地方，好高级。对，里面还可以放音乐啊，让病人休息。那他们很重视啊，所以很多课程是针对像这个是运动方面的课程啊，一些身心压力管理。饮食方面的课程。那最后这个我show几个照片而已，这个是 San Diego 的 Scripps Clinic， 真的很漂亮的地方。那他医院里面就有游泳池，是让病人去做复健用的，还有让他们学习怎么，就是特别让 cardio， 就是有如果有心脏方面 AMI hold 的病人，他们要去运动怎么运动。啊，这个拍的不太好，不过这是他们医院里面的 gym， 就是健身房啊，教病人运动。还有一些运动的课程，学习生活形态改变的课程。好，所以简单到这边的话，就是讲一下 fellowship， 它就是希望可以提供一个有系统性的教育，让我们的医师能够对于饮食啊、运动啦、啊，对更有了解，能够跟病人给最好的建议。那它的好处呢，就只要参加以后，国际上的这些人都变成我们的家人。然后永远都还可以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做互动。Okay， 那我们最后呢，重点还是放在 IMR， 因为可能大家也我们也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啊，去到美国去学习。不过 IMR 这个是线上，我们后来引到台湾的，从去年初到现在已经快一年半的时间。那它从2008年开始设立，是一个200小时的课程，它是for 住院医师，让住院医师能够在住院医师的训练过程中加入他们大家的学习。有174个小时是线上的课程，126个小时是实体的课程。那实体的课程就由老师们安排，当然我们会有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那边的支持，就是这些老师们都会有一些活动啦等等，就说可以参考这样子去办，但是也要迎合当地。那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有得到一个很高荣誉的奖，就这个 program 是有得过奖的。还有一个我们在医院，后来医院愿意让我们做也是这个卖点，因为我们现在 RC 嘛，所以很多东西都要用评量，而且要评量六大核心能力。那经过这个 program， 它里面就内建说你可以评核这个六大核心能力，而且有分数出来，每个六大核心能力它的程度是怎么样。对，大理慈济医院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说应该要投资。那他因为已经有好几年做过好几年的 study 了，那他有证明说可以增加住院医师的招募数目，因为在美国加医科还算是比较没有那么热门的科别啦，对，
这个他们有增加住院医师的招募数目，所以有参加这个 IMR 课程的住院医师呢，考照通过率也比较提升，还有最重要的是改善住院医师的健康状况。这是目前有50几家医院有在引进 IMR 这个课程，那在美国跟加拿大以外，就只有台湾了，就我们大林慈济医院。那上面我有列几个，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医院，像哥伦比亚大学啦、斯坦福大学，这些都是有引进的。那他们都是加医科、内科或者小儿科的医院。好，那教学目的里面重点放在这四个，因为只有200个小时，其实时间也不多，不过是给大家一个工具，可以提供非药物治疗的咨询啊，然后能够做出像我们刚刚保健食品啦，可以用实证医学去找出答案，然后教导一些沟通的方法，还有自我照顾的技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174个小时的线上课程长得怎么样哦。好，我们就以糖尿病这个主题为出发，这样，所以在这个网络里面呢，糖尿病他就会先用，我跟我们加医科很像，就是先认识糖尿病目前的 diagnosis 的 criteria， 目前的药物的治疗是怎么样，做一个 review， 然后再重点饮食跟糖尿病的关系是什么。这是运动，那他也会加入是有一些是影片，然后印度医学对糖尿病是有怎么样的看法，那也有中医也有了。有一些是 case 的话呢，就可能是一个影片，然后他先跟我们说这个 case history， 然后可以看这个病人他在述说他的目前的主诉啦等等的，看完以后呢，他就会请你回答问题。那像这个是开放式的问题，他就问说对这个病人你有没有觉得医病关系里面有什么是对他是正向的啊，你就回答。回答完以后呢，这是我们自己的住院医师回答的 ，OK。那住院医师呢，他也会看到其他的 program 里面的住院医师他们怎么回答。就以这个例子，他写得很好，我就把它挑出来。所以虽然没有面对面的互动，但是在网络的平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同侪到底在想什么。那里面当然有一些。同侪可能很忙或怎么样，就写得很混，也有可能。那有些就写得很好，那私底下你也可以点他的这个连结，上面有他的资料、他的 email， 如果私底下也都还可以沟通。那26个小时的实体课程就由我们自己来安排，一部分是上课的模式，个案讨论啊这些，那一部分是我们就办一些小小的活动，像正念减压芳香疗法。我们还有出去踏青，那这个是我教大家做香草药的药酒啦、药水啦等等的，做，还有也一样效仿美国的学习，就带大家到药局去找，原来病人他们会去买的是这些，原来药局里面的业务他会怎么推销，我们要去了解一下。那国内的交流我们就把这些。每年我们在大林慈济医院的话，是每年4位的住院医师，他要经过这样子的训练才可以毕业啦，所以每个人都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训练。所以我们有 Facebook 的网络平台，让大家去发问啊、讨论。那这位住院医师他就有提到说，有一个 APP 可以做运动的挑战然后他就请大家一起加入，一起挑战。然后这个他就问说，什么是顺势疗法 Homeopathy 是什么啊？我们就给他答案这样，然后这个就有讨论到说 B 蛇缺乏的时候 MMA 到底角色是什么，大家下面就会做一些讨论。 okay， 那最后呢，前后每一个课程都有评量，课前课后的评量，那我们就会看到说他的知识还有 ACGME 六大核心能力的一些分数。那我们额外也做一些评估啦，就是对于他目前开始结束的一些健康的指标做一些追踪，例如说他有没有在运动啊，饮食上的蔬菜水果的摄取啦等等的，有没有因为这个 IMR 课程而改善。
那身为老师的话，我们也有很多资源，对这些五十几家医院的老师也变成一个小小的群体了。Facebook 上当然很踊跃，都可以讨论。那每年呢，有一段一个时间是要老师要到那边去做retreat。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学习，饮食啦，做一些活动啊，一些游戏怎么带。那最后的总结就是介绍 IMR 这个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Residency， 它就让我们可以把这比较好的、比较可以对病人有帮忙的一些工具带给我们住院师的学习比较完整。那希望可以让住院师的健康状态改善，然后强调是一个比较互动式的学习。黄帝内经说上医医未病，我们希望说我们也可以除了下就医疾病，也可以预防做预防。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Google Arizona Center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这五个字的话，就可以找到它的网站，然后可以做里面还有更多的介绍。